米卡成长天地，说一说，打电话。喂，你好，米卡，奶奶给你打电话了。啊，喂，奶奶好，我是米卡。米卡你好，米卡在干什么呢？我在玩积木呢。米卡。我是爷爷呀、啊！哇，爷爷好！米卡，周末爷爷奶奶会一起去看你哦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米卡再见。爷爷奶奶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小朋友，接电话的时候要先说你好哦，放下电话的时候要说再见。你学会了吗？我们看看宝宝是怎么做的吧。喂，你好。宝宝你好，我是米卡。米卡你好。我们现在一起去公园玩吧。好。宝宝再见。米卡再见。小朋友，我是小恐龙米卡，每个月我都会带一大包礼物到你家，陪你学知识做游戏。想跟我做朋友吗？请爸爸妈妈搜索米卡成长天地找到我吧。